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詹老师。今天我们要来念第二课《中秋团圆》。佳姐说：“妈妈，老师说中秋节快到了，中文学校有一个中秋晚会。”妈妈说：“对哦。”佳姐说：“今年中秋节是哪一天？”妈妈说：“中秋节是阴历8月15号，我来查一查今年是阳历的哪一天。”佳姐说：“老师说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，为什么？”妈妈说：“因为中秋节是华人最重要的节日，那天月亮又大又圆，圆圆的月亮代表团圆。”佳姐说：“我们今年还是会吃月饼赏月吗？”妈妈说：“会啊。”我们一边吃月饼，一边说故事。你听过嫦娥奔月的故事吗？佳姐说：“我听过。”妈妈，嫦娥真的飞到月亮了吗？好，请各位同学念一念，还要记得录音哦。加油！你们都很棒。